拥抱无边框设计，精致超薄，首创低蓝光三认证，一键联网，娱乐共享，精湛美学，超越极致，大同一经。来妈，我来访问一下你哦。这几天换了那台电视之后啊，你的感想是怎样？那一台电视我看起来很顺，然后什么叫很顺？你喝酒？没啦，不是啦，就是看起来不用眼睛眯眯的，像陈南丽这样张不开，都要很眯眯的看。啊，现在看起来就很自然，好像都不用再戴什么老花眼镜怎么样方便。为什么会觉得比较自然？荧幕大啊，又很清楚。啊，最重要是看起来头不会晕。头不会晕。嘿，因为我刚才看到那大台哈，他刚问过，因为我们客厅很小，不会很大。啊，可是这台不会呢。是它因为它颜色比较饱和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很清楚，然后不会说看起来安尼，就让它觉得讲很亮，或是安尼。反正头部很自然嘛，就反正看起来就很顺。你大概每天看多久的时间？哦，那嘛看个主人把它困去，回去看两个小时有吗？有，超过。超过两个小时，所以你在追剧嘛？你现在看哪一部？不跟你讲。好。你说比较不会晕，是它的颜色的关系吗？颜色很柔。很好看，不会刺眼。对对对对对啊！我可不要讲呢，反正就是安啊，就反正就是比较不会刺眼，对。对对对。嗯啊，那你之前那台就是我们比较小啊，突然间觉得因为以前我都反对很大的，他弄很大，我有看不大，就看得比较累。对，就是觉得公好像很大，我们距离好像有一点压迫了。所以这台就是看起来是光线也比较好，颜色也比较好，然后也比较清楚，还不错。其实这台只要28,900。哦，其实也不贵啊。后人送我，我感觉是拢无贵。嗯，歹势，那厂商很快就要收走。哦，阿公边前一直看，我是感觉还好啦，不贵啦。你是说爸爸看的怎么样？爸爸吼，本来拢爱坐哩，我来台旧的拢爱坐你上头前迄个头前啊看，啊即满免，即满伫迄个餐桌遐看就可以看得到，因为它很大，啊角度都可以看得到。哦，就从侧边看，他也觉得舒服的。对，我觉得真的是不错。其实那一台可以直接看爱奇艺哦，他不用再接你原本那个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感觉这台真的赞，就是我要的哈，就是我要的。哦。好，啊，你知影吼？你知影要怎做吼？好，那你要开同编吗？啊，不用诶，啊，可是电锅我不要，电锅已经有了。即摆我咧爱做面包吼，想可以上一个烤，那个做那个面包呢，可以吗？大同有做面包的吗？有，还有那个做很多种哦，就是电锅我。可是他们现在，其实他们现在活动就是在做送那个电锅。可是我今年才买而已，很讨厌诶，我多利亚贝尼啊。哦，都你买了，我用过一届呢，一届用个换袂。